屏东则是一名66岁骑士从超市离开，想就近过马路，结果呢涉嫌逆向跟顺向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，当时机车滑了出去，又波及到另外一辆停在路旁的车辆，车祸造成骑士受伤，当晚宣告不治。蓝色上衣的骑士骑出大门准备离开，但才往马路骑没多久传来意外，撞到了，骑到一半直行自小客车出现，双方碰撞，骑士连人带车摔飞，人倒在地上，机车滑出去，警车救护车赶来救人要紧，将骑士送医，现场安全帽、车体零件散落，碰撞的自小客车挡风玻璃裂出蜘蛛网状，滑出去的机车又撞上停在路旁的休旅车。11号傍晚5点多，66岁骑士从超市离开，疑似想斜切过马路，一小段路却涉嫌逆向发生车祸。同日晚间宣告不治，三方驾驶人均无酒驾情事，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遵守交通规则。误违规穿越道路，骑士伤势严重，断送宝贵生命，疑似车祸，详细肇责警方厘清。记者苏世伟，屏东报道。